金蚝是常见的佳节菜式。 Topic 找来流浮山陈长记负责人长嫂教大家揀金蚝。揀蚝豉一定要看个新鲜感，那个颜色够肥够金黄，那些蚝豉就漂亮，就不要黑不要很黄紧紧，你闻下去那个蚝豉味是很鲜味很香咯。揀完金蚝就跟长嫂学下怎样煮啦。首先用细火爆香姜、蒜和葱，然后将金蚝摆在平底锅，开中细火慢慢煎，不时翻下两面。等到两面金黄，就大功告成，可以上碟啦。点埋砂糖食就更加好味啦。